这位同学也是。可以开价，我们帮忙清理，我忘记说要去除掉，尴尬。哎呀，不是故意的。好，这个颜色吧。也可以升了，好，然后再准备这一个，再准备这一个，对面啊，不要这样嘛。说好的和平相处呢？你这样让我很头痛啊！你就起来吧。如果其他地方有铁的话，应该很好做事情。啊，我有铁啊！我在干嘛？靠腰哦，我都忘记这一边了啊！尴尬，假的，你为什么没看到？梗，那我一直想知道怎么嘎达是干嘛的。梗，我都忘记了。那根本不用嘎达。只能说求他不要打我就好了，我们双方冷静点。我都忘记说我那边有铁啊，喂，完全忘记，你知道吗？完全忘记。只是这个要传过来有点烦，太远啊，对面开大了。来了，呀，是他们开打还是我开打？为什么是我开打？等一下，我能够想不开吗？随便啊，你可以啊，随便啊，开打就开打吧。变成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开卡起来了。等一下，等等，对面冷静点，这一切都是误会，因为我自己也不懂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你们就开始开打起来了。对面，这一切都是误会啊！对面，姐姐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，姐姐，我还在情况外啊！等一下。15不够再打算。莫名其妙这两边就开打起来了，我自己都还在情况外耶，喂。
这样子你叫我哪里敢见在那边啊喂，完全不敢见啊。其实对于老板，有时候还要依靠他这一点，表示十分的满足。不对啊，为什么突然就打起来了？等一下，我到现在还在情况外。等一下，办什么事情？能力？我觉得这条路之后会变得很忙。不对啊，怎么突然间又对打啊？等一下。奇妙被打哎、欸，什么鬼？对面到底是有多想不开啊？对面，哇塞，这真的是世纪大战！大家一起想不开。对面这边要爆了，然后下面这边要爆了，也在对打啦，兄弟，冷静点啊，兄弟，要不然你看你这边又都要爆了，还要打。我觉得他们吃不消哎、欸，他这样跟我打的话，他绝对吃不消啊！不是我吃不消啊，他吃不消啊！别再打啦，这样打你们很亏啊！我讲真的，不是我亏啊，你们亏啊，兄弟！
哇，还打、啊，还打、啊！你确定你要这样子跟我这样吃下去，兄弟？对面兄弟还想不开哦，怎么办？啊，这爆了、欸！哎、欸，他那个爆了、欸。那这边也要爆了，两边要爆了，那还在打我这一边，然后这个打我这一边，不要再打了。道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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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，啊，你们加油，都互打吧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哦，有了 ，OK， 下面也开始运转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就放这一个，那我们这边就改成说，不对不对，这条路这条路这条路对不对？这条路我们就改成说只能带到仓库去，这样应该 OK。哦，爆了！但那边我拿不到，算了吧，就差不多这样就好。还打、啊？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，跟我哥哥。对面真打不腻耶！我觉得先主要打一个先吧。看要打架的话就来啊！打架打架，大家一起打，大家一起打，打好打满，打好打满。放完能说什么？啊，要打架打，要打架就打，好不好？你们就打好打满。哎呀！那这边就不要放这一个。不要放这一个，只是之后我们肯定要搬过来，因为我们需要那个金块，可能会打过去。之后啊，不是现在。哇，在我家前面放 Watch Tower， 你认真的啊？哇塞，你看这个，你后面这个都要爆了，你还要放那一边？好不怕死啊，这兄弟！哇塞！我真的很爆哈，快打爆这边好不好？快快快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打爆啊，打爆啊！哼！定了，我跟你说。OK。好。对，打爆那个。那边等一下，我来救你，给我点时间，让我想想我这边要怎么弄。你，
升级更。下面这边爆没关系吧？给他爆吧，那边没办法，那边。这边没抢回来不行，所以这边给他爆先没关系，那边我再抢回来，一点时间。看对面真的是很爱玩呢、欸。还敢打冰鸟？你懂什么叫三甲级吗？大概就是这种情况。拜。再打啊冰鸟，更生气气耶！啊，这个路，你把它弄平吗？还敢打？再打啊，更。不要 auto play 去那边哦，兄弟，那边很危险哦，打架区哦，别闹哦。好，凶巴巴，对面也凶巴巴，好不好？你看打我这个都要崩了。哇！炸炸炸！那边炸，那边炸！哇，这边真是狂打来打去哎！我觉得这边要拿回来。跟那边等一下。死定，我跟你们说，打我！好，可以了。只是我觉得这个过来我这边又要炸，好烦哦。这边差不多修理好了。OK， 开打喽！我再打，再打，再打，再打！哇塞，这一场真的是完全没有平静过哎，两个疯子在那边打来打去。这个地又弄不平吗？有弄平。呀，为什么？哦，好吧，我看到了。
样的话呢，可以。好，我记下。又是二打一的节奏。OK。我死定了啦！一直打我。看你怎样啦，再打，再打。哦，真是。哇，我在想我的那个什么是不是不足了，再一个吧。Frosty 不足，不足的话等一下我们木材会缺，所以我们人的话就放多一点。哎呦，放多一点，就是就是哦，爆了哦，爆了哦，爆了哦！再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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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再打，你再打，我就让你打到你都不认得你自己是谁。喜欢打架的，问题是他们一直打我，他们打我不可能一直让他们打吧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边 clay 要开始拿了。那这边我可能需要个水，那么再来砍一下，太东西了。砍到完吧，辛苦你了。来我们的家，啊，这样子 ，OK。哇，他打我这一个，专打这一只哎！哇，对面好过分！没关系，你这个也要炸，再打，你再打，啊，再打！要炸了吼，要炸了吼！拜，真是。然后我觉得这边等下我这条路，这条路被封掉了，所以我先这样，再这样，再打，你再打，你再打。
觉得我还再做多一个，好像有点不太够了。反正这边安全的，没事。哇，好，可以啦，这样子啊。打回来了，好棒！不打回来不行哦。对面都那么凶巴巴了，你不可能让着他打吧？哦，这边砍的差不多，歇啦。一根就好，不用等。哇，我直接要打开那边。哇，哪里？哦，这边。要开打喽，各位。先打爆那一个吧。那个不用理他，先打爆那一个。先打包这个 ，yes， 好，哦，下面好了，我看看啊，因为这边我们要先把那些全部东西拿回来，这些什么的，等一下很需要。哇！呀，这条路太长。一定是老板警告声，没有吧？他应该是用气当工具人的吧？大概。八成啊，八成。啊，不要八成啊，九成啊，九成。哇，那个我 catch 不到哎、欸，他位置太奇怪了。敢打、啊、兄弟！你是没吸取过经验这样子吗？哪里啊？这个？哦，这边，这边没啥。还打、啊、你那边要炸啦，兄弟！你还打、啊，你还敢打、啊、？OK， 可以了，那边。接下来放这一个，在这里。那我先放这一个。呀 ，claim 没有无限哎、欸，这边，哈，看来要想办法打出去了，还是要打。我们转个圈到头了，还是要打。也打好了，先这样吧。他这边又被围攻哎、欸，超惨！我看他被围攻几次。
OK。要爆咯，再打啊兄弟，再打再打再打，你再打你再打，可以的可以的，没问题的，你再打。这边我看了有煤炭，我跟你说，我那边就要拿下来了，我管你的。这边完完全全变成我的那个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农场地带的这一边，老子有打算这样子。想把这条都给删了，大概这样。哇，打了那么多世纪，说你好像有点心境了，但看来又要继续打。真的是打不完啦，这个仗。想爆料可以在恭喜你准备一本，怕不怕？其实这个暗恋不烫，我觉得。我有点想把这条路给堵着，哎，堵着这一个，还有这一个，这边就让食物走就好了。青蛙去走那边，走右边，走右边，请往右边走，请往右边走。哦，有人要爆喽 ，nice。我是不是打得有点快啊？算了，那边我不想拿，那边算了，那边算了。我还是看不到我们的主要的家在哪里。看到的话，应该很快就可以打完了。